除了发放，慈济医疗团也在当地举行义诊，尤其是中医的针灸与推拿，都获得维和部队以及其他 NGO 组织成员的好评，说是中医外交，一点也不为过。早期第一、第二团，我们是以师医师药，我们的医师人员主动去照顾这些病人。那在80%的时间，我们是在直接亲手骗护士来看病人。那有些比较资深的，我们就拉出来20%，要去接引当地的医师人员，因为我们在那边时间是有限的。海地的重整是靠当地的人来做一种后期的关怀，所以我们把20%的时间来做什么是我们将来最好的合作伙伴，也同时打开一扇门来接引当地的志工，让他们有一份打工的机会。慈济人的赈助行动逐渐在海地人民之间传了开来，因此太子港市国家足球场的管理者班和伊芙莲希望可以找到慈济人，为足球场内以帐篷为家的灾民伸出援手。因缘巧妙，慈济人在一次看灾途中碰巧经过国家足球场，促成了之后的发放与义诊。在国家足球场的义诊活动中，连续3天清晨4:30，第一位就诊的克莱松14年来下半身疼痛，全身颤抖，痛苦不堪，经过中医师廖明煌3天的针灸治疗，他已经可以轻松行走。就是医完这个病人的话，哇，看他从原本不疼到现在。发放、义诊，海地救灾双管齐下，但是为了救心，慈济志工引用了菲律宾以工代赈的成功经验，因地制宜转型推出以工共粮计划，这是慈济在国际赈灾的创新模式。慈济除了以工代赈以外呢，也是要以工共粮，这一定要有规划。假如呢一不小心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呢一下铺天盖地哈，物资都到，就是铺天盖地呢也没有办法，人人的心呢能安定，来很顺畅的接受也很难啊，总是在一念心啊，所以呢还是要不断不断从小小的范围来规划，比如说孤儿啊，或者是教堂所收容的灾民啊，我们先试了一哭一哭呢，小范围啦，几百人啊，啊，500多户、800多户，这样试探性的不断的以工代赈，你现在来工作就可以安顿家庭，就可以得到温饱，那么这个整个下期呢就有人整顿，有人去经历，我想这都是呢用爱铺出来一条施与受的都能很欢喜，就是一条呢菩萨康庄大道啊，那在人间。他们现在先从街道开始整理，那边还有这边。公务员，小波，公务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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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工供粮，负责规划执行细节的是慈济志工洪良代，他侨居阿根廷25年，能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我当初来的时候以为说完了，这讲法语的地方真的，我怎么可能要怎么跟他们沟通，能够去想传达上人的法给他们了解。可是就这么凑巧，会讲西班牙人就在我身边，就是我们的司机皮尔。皮耶洛是洪良代推动以工供粮计划的翻译人员，负责将慈济精神转译为当地的可利欧语，让居民了解以工供粮的用意，同时也担任志工。后来他甚至能够直接解答灾民的疑问，化解了慈济志工与当地文化差异的磨合。2月8号，第一次以工供粮行动在泰巴尔市神之恩典教会展开。150位灾民清理住家附近的环境，他们除了每天领取5美元的薪资之外，结束后每人还能带走10小包的慈济香鸡饭，与家人分享晚餐。第二天，慈济招募了30位妇女，组成香鸡团队供应午餐。没想到却发生一段插曲，一位妇女带着饥饿的孩子来到现场，向慈济志工祈求食物，却遭到现场居民的阻止。所以我就问志工说：“啊，如果你看到这种景象，你看到有人在饥饿的时候，你会不会把手中的那一碗饭分给那个妈妈或是那个饥饿的人吃？”他说：“不会。”我吓了一跳，而且他们是异口同声的，很一致、很有力的说：“不会，我不会给他饭吃。”我觉得很 shock， 很震惊。那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你们会说不会？他说：“因为我们也很饿。”梁代他就会跟他说：“这一群人就是挤自己，我们这一群人跟你们肤色不同，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已经来了这么久，要供水、供粮，还要义诊。”他们跟你都没有关系，我们这样付出，难道你不能吗？为你的同胞，大家就想能，阿内尼开始大概人心平了来，他就当场有位以工代赈的人说，他就说我们师父，他就开始说我说的话，他说啊，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苦，人都是共业，都是共恶业，就会有多灾难。平时呢，你多做善事啊，那才能改善呢整个地方的善，才有福哦。所以人人要先造福啊，才能得福。就国在盖分享哦，想，这都是慈悲，要有智慧，要花很多的心力，也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真正的把人心啊调伏过来。虽然语言不通，灾情混沌不明，但是慈济人持续以爱带动，在太子港市的十字架教区本堂以及圣雅拉罕卓教堂等地推动以工供粮。在圣雅拉罕卓，以工供粮才启动1个星期，海地志工就捐出身上的零钱5古德，相当于台币的8块钱。而负责管理以工供粮志工的大队长丹尼斯，原本是一位高中老师，地震后失去了儿子，连家也垮了一部分，但他却把自家的一个房间提供出来，作为存放物资的场地。慈济人用爱来教育他们，告诉你们，我们是给你们一份希望。所以这样的一个互动的情况之下，他渐渐对我们蓝天白云这套制服有了信心。所以今天我们在那个社区开始在做义工代赈的